啊，谁呀？谁呀？咋的，谁呀？是又做噩梦了？那我做噩梦，有人打我一大嘴巴子。哎呀，还疼吗？疼啊，媳妇儿，你说我也纳闷了哈，人家做梦醒了就没事了，我怎么醒了这脸还火烧不拉的呢？没事，下回我轻点。你轻点干啥？你又不知道我梦里边发生的啥事儿。嗯，对。你这一宿给我搁这全的，就跟沟帮子烧鸡似的，全完了。你跟那烧鸡比还有点区别。不是你啥意思啊？我也跟烧鸡似的，把腿就掰折了，然后插枪子里头吧。你还不如插枪子里呢。你搁那唠。不，你嘛，非得昨天让他搁咱超市睡一宿。你闻闻咱家现在这屋子酒味儿，我划根火柴都能爆炸。不是，这楼上楼下住着。楼上楼下住着，你为啥不把他送回家呀？你说你都看着他昨天那状态，还回家回头都费劲。或者你说几个菜他喝成这样，你现在这大龄单身女都这么给别人机会吗？这不是你咋的？你还有啥想法啊你啊？我能有啥想法？我这不是替他害怕吗？你说这幸亏是来咱家，你说这万一要上那个不良青年的家里呢？要上那个野生动物园，上了京哈高速。哎，行了，那拉倒吧，那还是上咱家。你看什么？还好昨天我搁家啊，这我要不在家呢，那就出问题了。出啥问题啊？嗯，那你没问题，就是刚才你说的吗？我要不在家就出问题了吗？对呀，出啥问题啊？我问你呢，你刚才说的我不在家就出问题了。那也没问题，问题你在家呢。那我要不在家呢？你不在家也没问题，咱爷还在家呢。咱爷在家有啥用啊？咱爷耳朵背完了还不服老，谁说啥都挺好，挺好，有用吗？他耳朵背，他眼睛不花，他能看着我。行了，别磨叽了啊！我告诉你。就这丫头这个状态，我告诉你，这是病，咱俩必须给她治治。你咋治啊？给她咋治？吓唬她，吓唬她，就得必须让她知道昨天晚上她都干啥了。那你这人昨天晚上啥也没干呢？人就拿20块钱钞票冲我一顿傻笑，买啥也不知道，最后在我和膨化食品当中选择了上床睡觉，半夜还大吼大叫，我要嫁给李现，哼，搞笑。哎哎呀妈呀！谁呀？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好，我洗个漱啊，马上去公司开会。哎呀！辈儿不嫁不出去，怎么越长越磕碜呢？哎呀，这头发怎么还喝丢了呢？那以后还喝不了？那得喝呀，要不寂寞呀。你说是吧，嫂子？哎呀，没事吧？你俩咋会在这儿呢？妈，大妹子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搁俺们家，俺家超市。那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妈呀，问谁呢？咋的？你自己不记得了？我记得呀。哎呀，坏了，媳妇儿，他昨天晚上啥事都记得。别吵吵，那你记得，那你说说呗，咋回事啊？这是，我昨天自己去酒吧喝酒了呀。啊，之后呢？之后不就接个电话让我去公司开会吗？中间那段呢？中间哪段啊？哎呀，你看看，妹子，你落一宿，你落一宿啊？不能，你，哎，你们看。我是8点钟进的酒吧，现在8:10吗？是你拉一圈儿，啥意思？喝断片了吧？这一点记忆都没有了，啥意思啊，嫂子？你看，不记得这就好骗了，对啊。那个，我说这不记得这事儿就不好办了，是不，老公？那咋的了？咋的了，老妹子？啊，昨晚上你丢大人了。是，那别提了。我怎么就丢大人了？你怎么就丢大人？问你哥吧。哥呀，哎，我咋就丢大人了呢？别让他问我呀，我这还没编好呢。编？不是，你编什么编？你编啥呀？你就实话告诉他就完了，你编那就是害他呢，知道不？说就说呗，你看你长那样，就是我就告诉你啊，那什么，让你嫂子先打个样来。哎。你们两口平时不这性格啊，有啥话说啥话吧，这怎么的了是啊？怎么的了？
你呀、啊，啊，哎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姑奶奶呀，哎呀，哎，你俩真行、啊，你别这么叫啊，哎、差辈儿了，你是我们的亲姑奶奶，对，何出此言呢？还何出此言？昨天你那酒喝的都没数了，进门就踩凌波微步了，谁多说一句，你当时就怒了，怒气未消，你就儿吐了。具体的情况我也知道了，那个我知道是我错了。这么的，哪天我请你们两口子喝酒，我赔罪，把咱家老爷子叫上，行不？哎，行。哎，对对，咱爷呢？咱爷早上出去了。废话，我还不知道咱爷出去了，干啥去了？人、啊、老妹子要请喝酒，是喝酒。啊，明，那什么，我爷出去选墓地去了。对，嗯，老爷子出去选墓地去了。难呐。那么硬朗着急着啥急买墓地？哎呀，还给你选的、啊，给你，给我选，咋的？咋的？嗯，你看你那样，你看你那样，要不说你喝多，你都不记得了。哇，你就告诉他吧。哎呀，昨天你跟我爷你俩唠了半宿啊，从花草树木唠到天罡北斗，一会儿要认干爹，一会儿粮食一有，最后桃园结义，你俩冲着床头咔咔一顿叩首，你是热泪盈眶，双手颤抖，说等我爷百年之后，你也跟他一块走。不是我这么说，你是不是不信呢？信。哎，我喝多了能看出来。信了，你这玩意儿整的气的。书上都说了，这寂寞的心遇上狂野的酒，完了。啊？你说我是不是因为岁数大没嫁出去，我怎么还生冷不忌了呢？你说我聊这老头干什么玩意了呢？不是，他那个后悔了吧？后悔了，嫂子。丢人了吧？啥也别说了，嫂子，我对不起你们家啊！你这么的，你把老爷子叫出来，我给他道个歉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跪地有叭叭，我给他磕俩。不行了，没脸了，真的，哥嫂，你这么整的话，楼上楼下都……哎，大妹子，大妹子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说，你以后你少喝点就完了呗。你这那少，哥，你说的对呀。嗯啊，我少喝点不就完了吗？那还得喝呀。哎，我少喝点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行行行，幸亏没把人丢到外边，丢到咱自己家了，是吧？那个我没伤着人就行。伤着了，伤着谁了？伤着谁了？伤谁？谁知道啊？啊啊！哥啊，我把你咋的了？啊，不好说。那大哥，你要这动静的话，我是把你咋地了吗？咋地，老妹子？啊。说呀，嫂子怕说不明白，这么的、啊、我给你情景再现一下。对，我给你嫂给你演一遍你就知道昨天晚上你那样。来你演一遍，媳妇来，你过来。嗯，你看我喝多了吗？喝多了。哎呦我的妈、啊、谁喝多了？没喝多。喝多了。到底喝没喝多？就是喝的再多没多，没多还喝的有点多、啊、说人话。不是你想喝多就喝多呗，谁没事想喝多？不是你肯定是有事儿吧？有啥事儿非得喝？那我哪知道你有啥事儿啊？没啥事儿，为啥喝？哎呀，兴许是寂寞呢。哎呀，越喝不越寂寞吗？不是，我喝不着寂寞吗？哎呀呀呀呀！别打了、哎，嫂子，我喝的，我喝的。又不是我个大哥，你打我干什么玩意儿？老妹子。你昨天晚上就这么粗鲁的、残暴的，哎呦我的妈！就是那个，就是暴打了我的丈夫，霸凌了我的丈夫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反正你除了被非礼，他该干的全干了。哎呀，嫂子，那我对不起你呀。主要是他，大哥呀，啊，那我更对不起你了。不用客气。你这么的，你要不你拿他，你也捋我一顿呐。我捋你干啥？我脑瓜嗡嗡的。只要不破坏你们夫妻俩的和谐生活，破坏了啊。破坏了？咋破坏了？咋破坏的？嫂子怕说不明白，我给你情景再现。你别情景再现了、哎，你别再现了，真的，大妹子，啊、这块哥给你讲吧，不让你嫂子讲了，她累了，她。好好好。昨天你确实你破坏，你不是破坏了，你太坏了。对不起。你给你嫂子骂了。啊？我还敢骂我嫂子呢？哎呀，那家你给你嫂子骂的呀？我给你学学啊，你骂你嫂子。柳叶弯眉杏核眼，嫂子，那我是夸你呢。没事就拉了个大驴脸，樱桃小口一点点吧，哎，没说两句就急眼，风摆杨柳水蛇腰，跳脚骂人蹦挺高，脾气暴躁招人烦，啥活不敢净花钱。哎，再看大哥，啊，性格温和，人不错，浓眉大眼，这么大个个。
爱好体育和音乐，身材高大像骆驼，多少姑娘把他爱，多少美女要跟他过，可惜你却不识货。不行，我跟他一块过，一块过。啊！嫂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嫂子呀，昨天吧，就是你骂完我之后，你就看大哥不顺眼，之后呢，你就动手了。我刚才模仿的是你，我咋的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，妹子，你确定他昨天说完又动手了是吧？动手了。好 ，OK。妹子，昨天你说完确实动手了，是吗？但是你动手之后，哥没惯着你，哥还手了。哎呀，真你往那边站点，来来来，这肚子，哎，你站，你站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大哥呀，嫂子呀，你俩是不是看我昨天晚上喝多，搁这添油加醋你唬我呢？看出来了啊，不是，怎的？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俩哪句话说的是真，哪句话说的是假。就我跟咱爷就磕头拜把子这事，是不是都你俩纯编的？一二三，没回答出来，再见吧。哎，大妹，大妹，大妹，哎呀，爷爷，你可回来了！就你家这俩孩子，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啊！哎，欺负我说我昨天晚上跟你磕头拜把子，可能吗？是。爷爷，他们俩还说我昨天晚上又喊又叫又打又闹的呢。挺好。啊？挺好。爷爷，那这么说这些事都是真的呀？孩子啊，少喝，少喝啊，少喝，挺好啊。你看，我俩骗你了吗？完了，失定了。哎，是没骗你，爷爷是不会骗人的。对，你一个女孩吧，你得学会自爱。你说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，你说谁能爱你啊？嫂子啥也别说了啊，我该打打该骂骂，我该调理我也调理了，这小区我是待不了了，我收拾收拾东西我搬家。妹子，你看，妹子你先别激动，你听大哥跟你说，你听我跟你说，那个你呀不用这么激动，因为啥呢，我跟你嫂子刚才劝你的过程当中啊，用了一点艺术的手法稍微的修饰了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。艺术不也来源于生活吗？其实有的时候有些艺术也是瞎扯的。啊，啥意思？就是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那就是巧合。哪段是虚构的呀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除了你喝醉了，这是真的，剩下都是虚构的。对，玩你呀！啊，你两口子闲在这跟老爷子在这逗我玩呢呀？你好玩啊，玩你呀？这不为了你好吗？对呀，我跟你说，老妹子，你呀就庆幸我跟你嫂子在这逗你玩吧。你以后要老这么喝去，这些事儿早晚都成真的。可不咋的，你一个小丫头，你喝酒你得有个度。我有度啊，嫂子，平时都52度的，那再高我也整不上去。你搁那唠啥呀，妹子？你怎么三句话不离本行呀，你呀？人家问你是这酒的度是多高，人问你的量有多大？哎呀。我每次都喝断片，我哪知道自己啥量啊？他说话多吓人，每次都断片，每次都断片，不知道自个儿量。你那不行啊，你得跟嫂子学。比如说嫂子是多少的量呢？就是平时吧，就是一箱的量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喝半箱，我肯定就不喝了。你必须得掌握自个儿这个量啊，你没有啊？那嫂子，那你太厉害，我真不知道自己啥量。哎呀，那你说咋整？这嫂子就好人当到底儿呗。我跟你喝点，我帮你探量。哎呀，嫂子，你太够意思了。你拿你看你想喝哪个？就这个。不是咋的？也行，52度。咋的？这还要喝呀？52度的，嫂子。啊？透透。不是你透不透的？咱是劝人家别喝，你咋还跟人喝上了呢？你别叭叭了，你去整俩菜去。干拉，我俩能受得了吗？这你说家里摊这老娘们还能有好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这是？跟嫂子学，嫂子教你是咋喝的。哎、你看嫂子给你打个样，走着。哎呀，嫂子你要这么整的话，嫂子那我跟一个。爷爷没事儿，不用小声，我爷耳朵背啥也听不着啊。